產嘅電動車，包括三菱、日產同富士，並唔適用於理大研發嘅電動車買卡。快速充電器咧，將會喺中電佐敦大樓裏邊測試半年，之後再檢討，睇下有冇需要廣泛引入。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樹報道。轉睇啲國際消息，全球最大嘅汽車生產商豐田宣布為歐美同埋內地客户更換有問題嘅汽車油門腳踏。國家質檢總局就話會密切監督。咁有報道就話豐田幾年之前已經收到油門問題嘅投訴，但一直都冇理到。豐田喺美國嘅營運總監倫茨向受影響嘅客户致歉。We are truly sorry for letting them down. That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o us than their safety.